那个右边肋骨下痛啊，右边肋骨下痛啊，好，右边肋骨下痛啊，我看到在那个在我礼拜这边啊，在这边我就看看那个电视啊，看电视的时候啊，看电视的时候啊。看电视的时候啊，那个里边就出现了一个人啊，那个主人公啊，里边出现了一个人，他那个吐血，他吐血啊，呕血，那个呕血怎么来的呢？啊，是他妈妈来的，没错，是他妈妈来的，妈妈的灵魂来了，又摸在这个地方啊，是摸在这个地方，那个人就那个人就吐血了啊。本来我就看了一会就想，就想啊，他妈妈来了引起的啊，他妈妈来摸他的妈妈的灵魂一回来啊，又摸那个主人呢、啊，一摸一会他就吐血了啊，一摸他就吐血了，差点不行了，差点不行了，这个解释的就这样，然后后来他的妈妈，离开了，离开了这里就好了，离开了就好了啊，离开了就好了，啊。离开了就好了啊，离开了就好了啊，好，知道了啊，好，再见啊，再见，再见，嗯。